虽然眼泪是没有掉下来，但是心里已经掉下来了。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你只是一个人，你可以开复购很大，但是你可以放三辆车吗？一句话，幸福。哦 ，interesting。哎，介绍几个你最得意的东西吧。有没有女顾客追求你，觉得你很幽默？最主要是马来西亚食物好吃，人又热情，对不对？这才是重点。啊，来，这个做了多少年了？这个头头尾尾都已经做了十五六，最少十五六年了。你觉得大马有多少座罗伦？五千家有没有？四十七，没有啦。车啊？啊，就做这个露露。露露车现在最大的其实只有几家而已。嗯。然后最好吃的也就几家。然后车啦，我们算车。为什么人家要选车？就是因为路边。舒服，有那种舒服的感觉。因为你在店啊，店好像无愧感啊，就是说啊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在路边不一样啊。哦，我谈天我也笑，我讲笑笑比大声的就在店哦，等下很拘束，对吧？对，很不好意思。哎，这很有意思。就好像上次我们送给人家，谢谢老板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哎，你上回讲过一个点呢，你说你觉得做露露的精华是什么？最根本的是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你问过我。其实我们讲真的，我们做吃的最重要是要用心的做。嗯，这个才是重要。无论是哪一行的吃，哪一行的，就是说，无论是西餐、中餐，日餐、马来餐，如果那个人是没有心做给你吃的话，都不好吃。你说的用心是体现在材料、制作，还是什么服务？都包括在里面。啊，种种都包括在里面。你要做的是最好，最完美，自己要求高，不是客人要求高。客人不懂嘛，客人他吃而已。但是我们要求高，客人吃的，这个东西不一样。哎，那如果这些食物来说的话，这边比方说这些材料，怎么看得出是用心呢？你能举个例子？其实很简单，你看他的材料，他穿的都很平均啊，这些都是很重点。你看那材料啊，肉也是比较真材实料的。他的鸡胗，都是红的。这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吗？都是我们厂家自己做的。有厂家哎，有，然后很多种都是，其实都是用色心去做了，可以三、四、四十六，然后慢慢，时间久了，你看啊，我们不管是说下雨天不下雨天，我们都是照样营业。可能时间会短，因为雨太大，对，但是我们照样营业，照样有顾客来，真的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每一次的营业而带来的效果啦。SPA。那服务怎么超越别人的期待？其实就简单，你要把最好吃的东西送进客人的嘴巴。哦，这个是重点，谢谢。可是每一家都是这样想的？不一定，有一些他们是这样子想，但是做不出那个东西出来。我也是不明白，但是我可能是我，毕竟我在这行这么多年了。然后真的是要用心去做，然后很多东西你都要照顾。反正我们吃过很多家，觉得你是一流。就是你觉得你的秘诀是什么？可能我经验久了，我知道一些东西应该保留，一些东西就是好像有些东西我们应该做的。就是比如说呢，比如说我们，你看，就是要先清理干净一下，很干净啊，清理要一下，清理干净，加冰的应该要加冰，要保持食物的新鲜度。这些都是我们去主重点，这是就是我们普通做的东西，就慢慢变成一个重点。我记得有两次来哦，你跟我讲的，就是你为什么好，有两次你讲的有两个说法，我印象很深刻。一个你是说，其实你做的是大家的回忆，你说。是这样子，这个讲得特别好。其实路边摊呢，露露呢，它已经是很多年了。你看啊，它已经是有30到40年左右了。那么很多人来吃露露是吃一个回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小时候爸爸带他来吃。现在爸爸走了，还是还有在。哇哦，但是他是想吃回那个回忆。有时候吃到哈，他的虽然眼泪是没有掉下来，但是心里已经掉下来。那你怎么给他带来回忆呢？
其实很简单啊，你要看它的样子，它在吃的时候，其实它会告诉你它小的时候吃过的东西，那么你就慢慢跟它谈起来哦。这个是你的小做的，好像一些都现在都已经没有了，就好像那个鸭脚包哦，保持古早味是吧？那个我们已经有做了，那个都是回忆来的。还有鸭脚啊，它以前是有鸭脚，然后慢慢减缩到没有鸭脚哦，就是这种全部都是回忆，然后这种很多都是新的东西。以前那有炸的呀，以前有炸的，以前是兔肉饭啊，现在慢慢变成炸。哇，很多种。我还有一次你来，你告诉我觉得也很有意思。你说，其实你做的好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些看似简单，但它的所有的灯光的这个摆放的 design 都是你想的，摆放 design 也是一个，就是说，有一些东西你要适合不放哪。而且我做的是两个顾客，一个是华人，一个是印度人。所以印度人的同胞，就他们有些不吃猪肉的。哦，摆放一边。吃猪肉就摆放一边，那么他拿、哦、这样子，他拿的时候他就不用去想那个、就是拿而已。哇，这考虑的好好仔细哦。没办法，因为他们都是我们要照顾的一个同胞，所以我们就重点是两个同胞，一个华人，一个印度人，所以那应该这样分，印度区和华人区。也不是啦，只是那边他没有猪肉，然后有时候有一些马来同胞他们有来吃的，开放的，不要给他有，跟他讲那些就可以了，之后他们都会拿来吃。我还觉得你很厉害的一点就是，你看你只是一个人啊，如果是一个餐厅，不敢想象，你一个人，你看你这里烤的对吧？你要不介绍一下？这边是烤的，这边是炸的，那边是两个东西。对，两边都是烫的嘛。其实这个东西都是你习惯而已嘛，你习惯。我觉得很厉害，我看到你有时候冰搬过来，然后这里的你看这么多椅子、桌子外面哈，然后干净的一些水啊。都要做 啊，这些每样东西它全部收款都是一个人来，你怎么搞得定哦？这太厉害了！这个是你磨练出来的，你都要磨出来的。因为什么？我们把每一个顾客，无论是他吃一只、吃一堆，或者吃几只，或者是站着吃的，我们都把它当成一个很重要的顾客啊，不要管他是谁，都要把它当成一个很重要的顾客，然后就是。服务他而已。那你做14年、15年、一开始做跟现在有，你觉得最大的进步在什么地方？有什么变化吗？或者最大的进步就是，其实这种东西没说进步了，还是要继续努力，继续向上。你要说具体一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经常看到网上那些视频嘛，很多人说啊，这个茶龟雕做了50年、60年。其实我心里就在想 ，so what？ 那你跟50年前的改变是什么？我就想很想知道你要想知道他炒的粿条是入不入味啊？如果是入味的，真的是古早味啊。我们叫做有锅的气啊，锅气一炒出来有锅气的那种是真的是不一样，那种真的是炒粿条。我这样讲是因为我看他那个图就他那边炒，就是炒的一片狼藉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东西也不是很卫生，我就觉得说你干50年，就说水平有可能没有提升嘛，所以我就真的想知道你的这种干了十几年的这种心得啊，得意的是什么，是吧？对，就是你要不断提升的，同学真的是要不断提升，因为东西都是不断在进步嘛，所以你要不断的一直进步，一直换，一直换，一直换。你看，那你干到现在一直是很开心的吗？怎么说？就干到现在一直是感到很开心的吗 ？Happy happy 吗？其实你主没有 sad sad， 不会。其实你主编叫这么是蛮开心的东西。没有哪天想放弃的吗？不会啊，都真的有。不会的啊，因为你煮东西吃是很开心的东西。每天晚上做到凌晨，有时候又要下大雨，没办法啦，这个是天气，因为不是只是我们档口，有时候你看那些店的。美食的，就是店的，就是那些餐馆啊，都是没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下雨，就是人家不爱出来啊，没办法。所以尽量做我们最好的食物给人家，尽量做我们最好的食物给人家。对你觉得未来这种还是会用一个餐这种 food track 做吗？或者说，你觉得其实这个东西是不会淘汰的，不会淘汰，永远会这样子。你自己希望未来做些什么改变吗？其实我跟你说啦。K 的话就是 ，OK， 你开一个 food court 很大，就是一个 food court 很大，那不是跟你一开始说的矛盾了吗？就是不会
这个人就是有服务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是这样。哦，你可以开富贵很大，但是你可以放三辆车吗？哇，这好有意思啊！你可以放三辆车在里面，可以可以。Super food truck，啊，这种模式也是可以啊，但是它只是在 food court 里面啊，但是它就不会日晒雨淋。嗯，但是那种的怎么说呢？那种的 costing 很高。嗯，啊，因为我们要人招很多，这种不一样，这种是他们已经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子吃的。嗯，说你在 food court 里面又不一样，这边又不一样。这可能是就是 street food 的一种charm， 一个魅力吧。其实我跟你说，你不相信，你去问每一个人，我们会说这样子吃的是什么？好，一句话，舒服。哦， interesting。一舒服，他会两个字跟你讲，舒服。那三个字嘛？真的？哎，还有一种模式啊，就是我在我们家那里看到的。我不懂哎，就是因为像我们的厨师就很不屑，就因为那个名字叫一文露露，哈哈哈，一门，哈哈，那人很多，很快就很多人了。但是你觉得会好吗？这种模式，其实那种模式有那种的模式，两种模式都不一样，这种会比较高端啊，我们这种会比较高端。他们那种我们不能说什么，他们也是露露，但是客人有客人的选择，他们可能是想爱吃露露而已。哎，讲别人讲不深，我就问你，你会不会未来做成一门露露？一门露露啊，不会。为什么呢？那个不是我不要做，因为毕竟老实讲，现在的东西，嗯，材料贵，价格就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价格没办法，你没办法，因为材料贵，所以你一定要真材实料才可以做出有道理想要做的东西，这样才对。对，对 ，OK，Thank you。哎，介绍几个你最得意的东西吧。得意的东西就是烤肉串，啊，这什么？烤肉串，啊，烤猪肉串，啊，烤羊肉串，烤羊肉串，啊，都是肉串，哦，啊，然后烤培根，啊，必须是要烤的对吧？烤的是，然后我们可以炸金针菇，嗯，还有炸蘑菇，然后炸鱿鱼头，嗯，这个都是啊，都是在这里哦，都是我们的重点，因为，啊，其实放在这边是因为方便我。嗯，因为人多的时候，我一烤的时候就好多一堆，所以我要很快很快的时候就要做。嗯，因为烤的东西是在热的时候最好吃，嗯，一冷了就不好吃。还是因为口感是吗？肯定要口感，为什么 ？OK， 你烤的时候又要照顾这个火，又要照顾那个火，所以你就两边一起来，所以会比较忙一点。但是你忙久了，就是这个手势到这个，就是你打那个啊，就是你打那个叶问，就是泡泡泡。你这里就有点像是那个乐队一样的，指挥这里啊，指挥那里啊，没办法，这个习惯了的啊，习惯了，你就是普通东西在制作。我太太还有个问题要问你啊，她说有没有女顾客追求你，觉得你很幽默？你有啦，她来每天来这边做就有啦，心事很多就有啦。解决了，跟他讲 OK， 谢谢啊，拜拜。没有幽默不幽默啦，其实都是谈得来而已，比较谈得来。那你平时喜欢做什么？不工作的时候？不工作的时候做这些游泳吗？游泳啊，哦 ，OK， 健身就是游泳啊，我比较喜欢游泳，然后看看小电影啊，看看连续剧啊，比较舒服的DVD 啦，没有这样辛苦啦，对了，我最近还在研究一些问题啊。你会担心自己未来养老吗？其实现在还很年轻哦。其实这个养老这个问题啊，就是现在我们做这行的，就是因为生活在这里 ，EPF 肯定不够嘛。我猜哦。就是也有可能你已经够了。你就是要一直提升你的 EPF 哦，就是要进多一点进去喽。这个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可以的话再找到一个副业。嗯，真的。再找个副业，那要一直做喽。其实不想一直做啦，就是说。只要你一直动，爪啊，可以帮我们卖那个鸡肉吗？我看到哎，啊，对，抽真空的嘛，可以现吃，也可以带走。我看到啊，可以做我们的 distributor。我看到那个蛮不错的吗？试试看啊，来，是，蛮不错。你这区好吗？是最重要的。就我们有一个日本料理店的 partner 一起做的，我太太有研发的，就是哦，你们可以的吗？不错，卖的不错，以后可以让你带来试试。可以啊。开始应该来玩一下，没进来多少年？2年了，好快哦，快吧，你是上海的不是啊？上海人。